食材往往能烹饪出最美味的美食。土豆去皮洗净收成丝，香菜切成末，蒜切成末，辣椒面白芝麻，大火，锅中水开，下入一点盐一点油，把土豆丝倒入锅中，焯水30秒捞出，捞出冲水沥干备用。小火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蒜末炒香，下入辣椒面白芝麻，炒出香味，把炒好的料倒入锅中，加入一点盐、白醋，搅拌均匀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这是大自然馈赠最好的礼物。